好喜欢被冒犯的感觉啊！这些冒犯我们这些直男没关系。对，好的，一样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场胜负吧，来自我们星爷，来自我们的小杰。Let's see the judges. Three, two, one. Tiebreak. 呀呀呀呀 ！Tiebreak，Tiebreak。哇！ 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不够 king 的啊！对 ，king 一下，再看一点。哦，心里马上把我打自己的肌肉 king 一下 ，king 一下啊！对，好的，一样交给，既然是我们的这个算是平手的话，攻守交换。刚刚先攻的是我们小齐，所以心仪 you first call。哎呦，这个表情有 man 到，我喜欢哦，认真起来哦，当然可以 ，queen 可以 queen， 对。All right, DJ King Kai, come on。老师，我似乎慢慢听出一点门道了，我大概可以分出。要不要来跳 dance hall 了？先不要，先不要。对，英文不会就是不会啊，不要逼我哦。对，好的，接下来没错，一样来看一下评审老师。经过我们第一轮对决之后呢，没错，接下来这轮我相信我们评审老师应该有一个决定，有一个答案了。Let's see the judges. Three, two, and one. 恭喜我们的小七。也谢谢我最心仪的心仪，辛苦了，对，好了，对啊，哇，每一次都当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工作人员，很辛苦了，谢谢我们心仪。